好，今天五都选战呢进行浩次的抽签，这种选将可以说花招百出，看得民众目不暇接。听我们的歌声，响彻云霄。娃娃配上迷你裙，浩次抽签辣妹助阵，听哨音摆 pose。哦，我自己当然就是将军嘛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我们就是陆海空三军啊。头一遭助选的娘子军，全是竞选总部工作人员，还蛮酷的。你知道你自己穿的是什么吗？不知道。不只有女兵装，还有候选人拿着后备军人身份，一身军装来抽签。戴德成，到位。原住民参选人的河豚帽也很抢眼，更有候选人穿着白色礼服现身，猛一看以为来到选美舞台。而助选团装扮不马虎，头顶红发讨吉利。好爽啊！好爽！他准备了几顶红头发？好几顶哦。有人诉求喜气洋洋，有人抽签前后都下跪祈求上天保佑，抽签花招轮番出击，号码一确定立刻当场补上。起来，放帅。巡委会外头气氛枪枪棍，各路人马各出奇招。郑秀文、李世健、黄一芬综合报道。